土豆你就像我这样做，比烧烤店的还好吃。5毛钱一斤的土豆切厚片，放清水中洗去表面的淀粉，加一勺淀粉，让每一片土豆都裹上淀粉，油热下锅煎，煎到两面金黄熟透，葱蒜爆香。下煎好的土豆，再放9块98包的烧烤料，有辣的和不辣的，翻炒均匀即可。喜欢的赶紧安排起来吧。